如果说我今天换一个，比如说成绩部分啊，假设我今天要判断它是否大于，就是及格了啊，及不及格的话，那其实跟前面一样嘛，就是说我取得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取得一个整数，OK 整数哈，然后这个整数如果怎么样，条件 if 后面记得哦，一个小括弧就是它条件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，那它怎么样呢？成绩就是及格啊，而且加上几分。然后反之的话就是不及格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执行起来，首先的话一样哈，执行之后的话，那输入那个成绩，那成绩部分的话呢，比如说我输入个65分，Enter 一下，那你会发现这地方会输出成绩及格，而且是65分，那再执行一下，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个52分，哦，成绩不及格，把成绩输出，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等于也是跟前面类似哈，那如果说今天呢？假如说我们要换一个，比如说各位可以再看一下，就是说如果条件更多的时候，在那个四之13页的下方哈，比如说呢，如果他成绩假如说怎么样呢，他大于80分的话，那他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成绩哈，学生成绩就是 A 好了哈，学生成他等于他的等第好了，等第就是 A，那如果是70分以上就是 B。60分以上到70分是 C，那反之的话就是 D 好了哈。如类似像这样，也就是说呢哈，这边 if else 就是两种嘛哈。那如果说你有第三种、第四种的话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这边稍微改一下。如果说呢哈，这个地方它大于等于80分，因为包括80分哈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哈，就是输出什么呢？学生成绩，这边把它改为 A 好了哈。学生成绩这地方呢，我们就直接把这地方这个成绩哈，就不要加这个地方不要加好了，那把它这个地方把它改为这边就直接就是学生成绩，只要是 A 对不对哈？OK，那第一种是已经判断出来，就是它大于等于80。可是假如说第70、6060以下的话，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。如果说你有第二种判断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在这个 else，我们在 else 上方好了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哈，后面再加上什么呢？